准备做一个蒜香可乐鸡翅。今天家里有个小客人，把两盒鸡翅全都做了。切一些蒜末，鸡翅先在锅里煎一下，蒜末炒香后，把刚才煎好的鸡翅倒进去，再加上老抽、生抽，还有可乐。另一边把牛肚先烫一下，准备炒个青椒肚丝，还准备一个生菜，还有鸡蛋虾仁。鸡蛋虾仁这个菜最受小朋友欢迎。青椒是土耳其超市买的带辣味的辣椒，我还放了干辣椒，想炒的辣一些。生菜放了点蚝油，随便炒炒。这边蒜香可乐鸡翅也出锅了，撒上白芝麻，炒虾仁滑蛋还是不粘锅更好用一些。菜齐了，叫孩子们开饭。人多了吃饭就是更香。小家伙也开始画楼。有谁没？有谁没？鸡蛋。鸡蛋。鸡蛋。鸡翅。鸡翅。嗯。鸡翅。饭后，两个大孩子去下棋。老二又在旁边打酱油。今天睡得比较晚，我催他们才去刷牙。老二每天要和哥哥一起刷。